给大家看一下盲女啊，盲女的视线现在官方已经优化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是没有敲盲杖的盲女的视野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啊？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敲了盲杖的盲女啊，敲了盲杖的盲女，看到没有？她的视野会变得很清晰，很清晰，就跟正常的视野是一模一样的，她不是瞎子了。然后盲杖时间结束之后，你看，很亮。他的视野很亮，然后呢 我再告诉你们，盲女的盲杖是可以断小丑的拉锯的，你们信不信？小丑等一下啊，小丑在里面，小丑你过来，你拉个锯打我，拉我看我断他锯子啊。 你用一个无限锯吧，防止出现失误啥的，我在沙包等你，小丑人呢？不是你抓个人机怎么抓到现在？他，你来呀！你在哪儿呢？你？哎呦呦，这速度太快了！但是我跟你说是可以断的啊，是可以断锯子的。他几阶锯了呀？二阶锯吗？啊，不是二阶锯，速度应该是装了封印的锯子。我找人机摸一下吧。我敲了比较，敲的速度比较，手速不快，快的话，那个锯子应该打不到我啊。现在敲盲杖是不需要停顿了，是边走边可以敲了。现在你拉锯啊，你拉锯，准备拉锯啊！我开始提前敲棍子，拉拉拉拉，看到没有？是可以断锯的，它的锯子就断了。啊，现在你去抓一个人机，我看看我的盲杖能不能救下千气球的队友啊！你抓一个人机试试。哎，这个里面增加了一个电机，你能信？这是多了一个电机的刷新点啊，这是月亮门啊，月亮门的废墟里面，沙包废墟里面多了一台电机的刷新点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多了一个电机的刷新点。边走边可以敲杖子，地图是增加了一些改调整了一些东西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下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放下来？这小丑这个面具好憨呐！啊，这又要等40多秒，估计应该是挣不下来这个存折的，应该是挣不下来。应该是挣不下来。哎，你切个传送，等会儿你切个传送试试啊。你现在是金身还是传送啊？等一下，5秒，我这个 CD， 我看能不能把你传送给破了。好，你传。好的，可以破传送，牛皮不？我可以破传送。等一下，你签这个医生啊。千医生，我用盲杖看能不能把它给敲下来啊！可以断锯子，可以破传送。十秒 CD。等小丑千气球的一瞬间，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医生。给震下来啊！3秒，你等一下啊！我叫你签你就签啊！签他！
哦，这么下来不行，不可以救下前球洞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了，盲女就到这儿吧。我们的盲女现在是真的是盲大力了啊，可以断小丑的拉锯，可以断传送，厉不厉害？盲女就到这了啊。